迄个业人除了讲会当帮各部门来处理文件相关的代志哦，其实嘛会使对服务的社区来贡献因的专长。新化区公所这两年来的借由公所来对制定社区替代家因的资源哦，从区里的社区来做一系列的应征。二十号这天暗时，就伫武德殿头前的广场，为将要替五四位家人来举办了新歌展，就因这一冬来为咱社区所付出的成果，将因展现伫民众的眼前。市府民政局长陈忠建二十号暗时出现伫新化武德殿前广场，出席了由新化区公所为四位即将天空的社区营造替代家人蒋汉庆、陈建佳、张炳全、郭仁豪所举办的社区新歌展，来肯定因为新化的付出，也替因感觉到骄傲。社造替代义来投入。区里的社区营造的工作已经进行三冬外，咱这三冬外来，交咱台南市有法度做。到目前为止，全台湾其他21个县市也阁无法度学啊，这是咱上骄傲的一项。已经进入第二冬推行社区营造替代业计划的新化区公所，因为替代业人发现，台北甲文化园区周边业间招聘不足，因此提出了设置种植技术并提升绿度的想法。运用大溪里出产的地瓜龟材料，邀请社区居民家己设计团队，发挥家己无限的想象力，在地瓜顶边挖空雕刻，并在内面放入 LED 灯，建造出台北港限定的珠光森林。在新歌展即天，也特别举行了开牌奠定仪式。整个计划就从一开始的调查就去访问居民的一个想法跟游客的想法，那一直到这个操作这个灯罩的设计跟制作都有那个居民来，我们有开放让他们来参与，所以都有等于说有实现这个社造的精神。点灯了后，真多新化新的翕相散步景点，第一摆来到珠光森林的民众，对着整个顶天的氛围，拢感觉非常新鲜。这个竹灯漂不漂亮？漂亮。那以后晚上会想要常来这边散步吗？想。对大北港空调开始，到武德殿后边草地，一定延伸到大北港国术馆。一路上，特定做行政的艺术，在立交点顶了后，唔但亮度得到提升，不过这个摆的方式为整个大北港文化园区增加了不少设计气息。也因有地方居民的加入，好点亮新化社区营造计划有更大更新化的氛围。记者万家杨志仁新化采访报道。